从没吃过辣条，因为辣条太长，而我的嘴太小，这怎么吃啊？女人，这都不会。现在不就行了？辣条的辣味刺激着我的味蕾，而它的霸道俘获了我的心房。女人，地板这么凉，怎么不穿鞋啊？我试了好几次，都穿不进去啊。笨蛋。总裁的括约肌受损严重，情况危急，我先查看一下总裁的瞳孔。医生，求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总裁眼睛怎么眯这么紧呀？我看不见。我知道了，把紫外线剪掉就不刺眼了。不、哦